今天乐北60位十了个彩四个头现充家母现充开心又拉了又骗了又个怕他杀死人了又耍了又陷了又个生财球开始怨了马上双彩敬请期待罗志咱今天咱又来到了这个农村开戏现场，在这个小院里面开大戏，哈，这小地锅太有感觉了啊，烟火气十足。七彩刷盘的刷碗，这太有感觉了啊，这种场景你多长时间没见过了？啊，这大炉子大锅厉害啊，哈，满满的一大锅红烧肉啊。这边是四喜丸子，这边是刚清洗好的这个辣椒香菜。这个黄瓜咋吃法？今天凉拌猪肝，凉拌猪肝，黄瓜些新鲜的啊，新鲜。好，满满的一大桶四喜丸子。冒出来了，它已经。用这个塑料布盖上。今天这个大野菜，这个菜又够硬啊。大片的这个牛肉。老黄牛黄的牛肉啊，不是白牛，不是白牛。咱这一大锅是做的是麻辣鱼，这大野菜绝对是够硬啊。开始下鱼，料已经炒好了。这满满的一大锅这个麻辣鱼，哈，厉害啊，满满的一大锅。这边摆好了一桌大锅，你们那边有这种风俗吗？这今天还是有一道油炸扒沙，这是咱当地的一道名菜哈。咱先接下名吃，咱先接下灯，都在这个小瓶里面装着，好好的一瓶一瓶的。八鸡汤、酥肉汤、椒丸子汤、金针汤、四子汤。酒都准备好了，开始上桌子上开始下发，马上准备开席。开始往下发酒，马上准备开席。开始下发摆的筷子，今天是白桌大宴。这个大场面，所有的菜品都已经准备好了，装盘大队都已经准备有序，马上开席。现在是2:06，终于可以上菜了啊！先来了一道凉菜，凉拌黄瓜。烧了一道这个凉菜，紧接着给你上一道这个热菜，五香大烧鸡。烧鸡炖的特别烂乎了啊，都脱骨了。上菜都需要排队。上完烧鸡，紧接着又来了一道五香大肘子，今天那个菜绝对又够硬。哇，这肘子个头挺大，够大啊！这肘子，这个上菜的速度特别快，同时上3道菜，
200牛肉。短碗手机，短肘子，短碗肘子，短牛肉。这边开始上那个四牛肉呢。这倒是麻辣大鲤鱼开始上桌了。这四个串儿，四个。刀刀全是硬菜啊！咱这边开始上咱这个当地一道名菜了，油炸扒炸。这道菜是特别受欢迎，香酥可口。酱香排骨也开始上桌。三道菜同时上桌，小公子在这边上那个酱香排骨，那边上那个麻辣鱼，老李在那边上那个大块的红烧肉，哇，颜色漂亮啊！上完红烧肉，咱紧接着来一道这个凉拌生菜，来一道双股小凉菜解解腻。凉拌生菜，现在正在开始上桌的是京酱肉丝，先放上葱碎豆汁，最后再浇上一大勺这个肉丝。啊，满满的一大勺肉丝，这颜色特别漂亮。这个是肉丝汤，太多了，肉丝汤，哎，花鸡汤，这一道是这个搅丸汤，慢慢的一盆搅丸的，啊，又来了一盆小酥肉，又来了一盆金鳞酸汤，咱这道菜是这个最后一道汤。我们菜已经上齐了，现在是今天是白桌大宴，人特别多啊，到处站着人。